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伟。我是延庆的梦梦。我们现在呢，坐地铁去那个成都的市中心去玩啊。我们先去宽窄巷子。上车。坐那个地铁好不好耍？好耍，好耍。妈都是喜欢坐车的。还真的不得了。宽窄巷子的话，其实有两个巷子，我们现在来的是宽巷子，还有一个窄巷子。等会儿呢，我们慢慢的逛哈。哈哈，我以为牙齿吃不动。多少？对，我尝一下，这小时候的味道。小时候是1块钱一串，我记得。现在8块钱一串。8块钱一串啦。嗯。嗯。好凉，好吃。好吃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好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宽巷子、窄巷子啊，宽窄巷子我们都已经转完了啊。今天人特别多，你看里面特别拥挤啊。其实我和燕子呢，已经来了很多次了，这个宽窄巷子。然后妈呢一次都没有来过，然后带她过来打卡一下，看一下，看看好玩吗？妈，好玩，好玩哈、啊。走，我们现在去市中心春熙路去啊。好，走，我们又去坐地铁。我到春熙路了。看一下后面那个熟悉的大熊猫。现在到东大街了，看一下，人山人海啊！你看，哇，哈，哎，这边就是成都市中心哦，对的，最繁华的地方哦，知道吗？市中心哈，哎，就是成都的市中心啊，哦，哎，下回就晓得了哈。好吃啊！好，漂亮，价格也很漂亮，7万1这个，就这个啊、哦？哇，真的有71000多哦！哦，这个3万多便宜，39000多。这个你看它肚子有这个，有弹珠是吧？啊、哦，哦，23000。哇，这为什么这么贵啊？走，别买，买不起。你没打算要买呀、啊？你买不起，你这没打算要买呀、啊？我是要买啊。看镜头啊。啊。好。小酒馆的门口，
吃，然后随便出来了，坐地铁出来了，随便找方便吃，这是自助餐，对，10块钱一个人，这个油碟。就调料碟的话是5块钱一个人，5块钱，嗯，哼起吃吗？叫你喊你哼起吃，嗯，哼起吃，这个吃完了再加这个牛蛙，嗯，反正味道可以啊，味道可以啊，嗯，其实在四川随便找个餐饮馆吃都好吃哦，嗯，外国汤，嗯，你还瞄着那个油，那个油是肥辣的吗？哦。嗯，可以啊，你看妈，战斗力也可以啊。刚刚我们坐下来的时候，妈说少点一点，点多了吃不完，少点一点我吃不了多少。嗯。然后说，妈，这个不要钱的。吃完了在家都不要钱了，你要拼命吃啊，我们钱已经给掉了，买了票了。好，第二锅又好了，来妈来看吃了吗？这一锅是第三锅了，这锅吃完了差不多，我也吃不下了，看来又给老板上课了，老板给我上课，我们也差不多吧，吃的也挺划算的，我觉得划算，啊，还要冷个，这第四锅了，对，这顿妈吃的特别开心啊，妈燕子啊，好了，现在我们到家了啊，三个人都吃撑了，妈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，吃撑了啊，叶子也吃撑了，我也吃撑了哈，我现在到家了，在家里面现在看电视，哥哥嫂子还没回来呢，然后等他们回来，他们今天公司里面聚会，所以呢还没有回来啊，啊，今天呢又是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算是一个日常吧，也没有什么好看的风景啊，我们明天呢计划明天我们就要带妈回安岳了，回来安岳之后呢，我们要就开始要差不多要出发了啊，到时候在路上给大家多分享好看的风景，美丽的风景啊，人文啊，谢谢大家这么多天一直对我们的支持啊，我们的日常呢大家说也喜欢看，所以呢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，谢谢你们的点赞，那今天的视频又到这里了啊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妈拜拜拜拜拜拜。